在家也能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麻婆豆腐。水开倒入豆腐，加盐煮两分钟捞出备孕。锅中葱姜蒜炒香，倒入肉末。好吃的重点是放一大勺麻婆豆腐酱，其他盐酱油都不放，倒入开水，加豆腐煮两分钟，最后水淀粉勾芡，撒上葱花即可。今晚的米饭又要遭殃了。大家看，我家今天又炒肉吃，我这个身体奇怪得很。猪肉贵的时候我爹都不想吃肉，现在猪肉降价了，我老死你爱吃肉。哎呦你妈！你们看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小周是花牛。你们看我家这副海椒面今天才现做出来的哈，咋办不嘛？要整点来搞不？安逸得很。一张手抓饼，一个笨蛋液，摆上火片片，撒上葱花和芝麻，并行翻面，片刻出锅，横一刀，竖一刀，美味早餐开吃。太好吃了，一流！兄弟，给我再来一块吧。我一会儿还得添呢，有点中华小当家那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最爱这个菜，太香了，绝了！我一直在吞口水了。哎呦，好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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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赵家是用面粉还是淀粉？其实你们都搞错了。这样做出来各个外酥里嫩，放凉了也不回软。树上摘的莲藕去皮，切成大片子，剁好的肉末放姜蒜、葱花，一勺盐、胡椒粉，一勺生抽，一勺料酒，右手搅拌均匀，藕片放上肉馅，两片加一起，藕夹就做好了。碗中倒入小酥肉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不回软的关键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搅拌成糊状，再放入一勺食用油，搅拌均匀，放入藕夹，均匀的裹上面糊。油温六成热，依次下入锅中，中小火炸至表面金黄酥脆，捞出，外酥里嫩，太香了。朋友们，我们贵州老家的这种柴火湖辣块海椒面好吃得很咯，吃起糊香糊香的，又香又辣呢。不用出门，在家也能做水果西米露，真的超好吃的。水开下西米，煮15分钟后有白点不要慌，关火再焖15分钟，完全透明后捞出来过两遍凉水，加自己喜欢的水果，淋入椰奶就可以开吃啦，真的太好吃了。你们看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女孩子一定要好好爱自己，这道红枣姜茶西米露一定要收好了。锅里放一块红糖，一把姜片，红枣，枸杞，半碗白西米，一定要加入开水煮30分钟，再焖10分钟。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帮忙点个小红星，谢谢了。煮饭时加土豆、玉米、腊肠和各种喜欢吃的蔬菜，加一袋焖饭汁和花生油，适量清水，靠盖按煮饭键，懒人焖饭完成。我的妈呀，太香了，比煲仔饭还要好吃。早上不要随便给孩子吃早餐，像我这样烙几张饼，孩子爱吃还不用赶时间，碗中打三个鸡蛋，加葱花、胡萝卜、西兰花、火腿，一包调制好的煎饼粉，250毫升纯牛奶，左手搅拌均匀，冷油下锅摊平，有条件撒点黑芝麻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，柔软劲道，简单又好吃。减脂蘸料调好吃，只需记住这首诗：一勺蒜末小米辣，香菜芝麻往里下，三勺生抽，两勺醋，一勺蚝油也放入，半勺香油，少许盐，加点清水才不咸，各种食材蘸这料，越吃越瘦真奇妙。来了来了，老乡们，你们要的贵州柴火湖辣块来了哈，湖香湖香的，又香又辣，就是蘸一坨白肉都好吃得很咯。